精彩抢先看。鞠婧祎回应钢铁直女话题，回击粉丝土味情话。你知不知道网上有一个话题，粉丝的土味情话撩不动的钢铁直女鞠婧祎？因为我不觉得那是什么所谓的什么情话，我只是觉得他就是想搞笑。这些呢，我们选择一条回击他们的土味情话。日常生活中勤洗手，那你们知道除了洗手还有洗什么吗？洗什么呀？喜欢你。鞠婧祎现场挑战音乐节奏大比拼，动感舞姿嗨不停。这是什么诡异的？这是什么？我完成了。更多精彩，敬请关注4月13号上午10点《甜蜜的任务》，鞠婧祎甜美来袭。